回家遇到一个没有素质的人，直接把车堵在路中间，他往边上偏一点点，我们都能走掉。现在两辆车被堵在里面，几个小时了，走不掉，打电话没人接。这种人真的是无语了，车子上面也不放电话，黑色的哈佛。今天算是交代在这儿了，本来可以提前休息休息的，哼，这样好了。2个小时了，打了24个电话，我靠，我打24个，然后114打了几个，然后另外一个被堵的人也打了几个，这个人真牛，超级牛，让他无语。师傅，那个车谁的？在那个棚子那块吧。对，正好把我必经之路堵死了，哪儿不好停，你们非这样停。那是没办法，哎。小户型吧。SUV，那不是我们的 SUV 啊，哈佛的吧，好像是的。那不是我们，那不是，那不是我们的。搁哪停的？给，我靠，他妈这么。我那个小户型装这个东西。那不是户型吗？不是户型，不是户型。他想停着，我也没办法走呢嘛。哎，给车子是你们自己改装的吗？我是为那个车子。给车是方便，这小叔你运输哈。这个我讲这个车子，我们个车子呢是适应大众的，我是为那个车子呢。那个么，小户型进来的，找拍呀！我这第一次进过给人哎，给你要给改装子，加一个外壳，跟像坦克样子。嗯，灵活的不得了。我看你那个操作的自由度很嘛啊！我搞个这搞不了你了。他适合在小树林子都跑哈。对，因为他不宽。对。他把树一吐，他。你这个大车子你吐不出来。我早上搞个大车来，我进都进不来。对，你进不来嘛，不好进。给个好方便啊。今天你要一般的喊个圈来，里面还得通，再敢给个机会来。你们里面呢还没结束。你们也认可是的，给改造这个噻，吊机加上雨带，对吧？一般的绿的修不修的无所谓。你这是当时，那给不就像坦克那个倒位一样的嘛，对吧？完放下一兵，然后在自在的就是坦克地，灵活的不得了，对，好灵活，又方便，真方便。为那个车子，给车子不是你们给那个啥？我喊的，我那个 SUV 不是我的，我们车子就一部车子。那七万本哪个在吊住人来着？把我卡的跟这。关键一点都不讲道德的，号码都不写。像我们小户家都摆个号码。对啊，我号码还摆两个在上面。你把车牌号我给号码。啊。我把7712。啊，那个拖车，那个履带式步兵坦克车，就是民间的杰作呀！哇，这种改装在这种小树里面运输太方便了。那种大树，其实很多人。带上土的话，你找个十几个那个工人都不一定抬得动，因为那个土太重了，他撵头翘，所以有这玩意儿的话真的是直接咔走了，太方便了，好佩服，这人真牛逼，真牛。